有文化呢，你看看，看我的，你来吧。别忘了啊，甲方胡点迷。嗯，协议书，甲方胡点迷，乙方荞麦皮。嗯，经双方协商，因男女双方性格不合，话不投机，因此男女双方提出自愿分居。你以为我傻呀？啥叫分居啊？不是自愿的分离。这还差不离，起来。自愿分离，来。哎，乙方荞麦皮，来。甲方胡点迷，这是几份啊？两份。咱俩一人一份，不许反悔啊！不许反悔，一人一份啊！哎，谁也不行反悔。对。我看谁反悔，照一照。反悔以后，看怎么说。谁要反悔，这是证据。太棒了！天哪，我终于解放了！我终于解放了！我自由了。我解脱了。没成想这事办得这么痛快。没成想这事办得这么麻利。胡点迷，荞麦皮，哎，谢谢您啊，谢谢您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不好意思，非常感谢，谢谢您，真的不好意思，放开吧，再见，特别高兴，哎，你的腿，我腿没什么问题啊，这事就怪了，你那说话那，我的嘴也没什么问题，啊，我终于明白了，感情你在骗我，逼我不同意。原来咱们两个人玩了一场游戏，实在实在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没关系，没啥事，没关系，坐吧。哎，啊，我说荞麦皮，嗯，咱俩没见面，你为什么不同意咱俩分事呢？因为我在攻读大学博士，我想在我事业没有成就之前，我不想过早地考虑个人问题。胡点迷啊，不，小胡，你说咱俩也没见过面，根本你也不认识我，为什么咱俩的婚事你也不同意呢？是这样的，我大学刚刚毕业，正在实习，关于个人问题我一直还没考虑。那你说我们，我们什么时候？什么时候还能相聚？春去春会来，花谢花会